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石。喜欢的频道就按下订阅钮跟铃铛，就这种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今天甜甜姐优诚在领官方公告了白富贵这个绝学技能暗系助游，然后有阵法跟这个超强的 debuff 回收，然后又可以把自己的 debuff 转移到自己的转移到敌人身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白富贵的天赋的部分嘛，然后狮子助游，然后属性暗，目前是暗属性第一位助游。好，那天赋的部分万毒归心，那携带有害状态的时候呢，吸害的有害状态无效，然后吸害有害状态时提高10%到20%的治疗效果。哦，好特别哦。好，那行动结束的时候呢，可以转移2到3个范围内的所有友方1至2个有害状态，仅限满足可偷取，然后给自身哦。哦，把队友的 debuff 转到自己身上，但是自己携带的有害状态是无效的哦。然后遭受攻击之后呢，会将自身1到2个的有害状态 debuff 转移到攻击者，并额外施加异障buff。 那异障 buff 呢，是携带者会受到驱散有害状态的效果作用的时候呢，每一层本状态防止一个有害状态。哦，好老死哦，只防止一个 debuff 被驱散啊，并消耗对应的层数，那最多可以叠加3层成不可驱散哦。那因为自己是无视 debuff 的影响嘛，也就是说像有些士兵可以进什么进治疗啊，或者什么等等进一些 debuff， 反正就是一个 debuff 的选择，可以不用特别带那个饰品啊。然后又转移的方式帮队友就驱散 debuff， 然后自身受到攻击还可以对敌人施加这个 buff 状态跟异障哈。那基本上还不错，可是他有说是，我看一下，我记得是受到攻击之后啦，那也就是说你的白富贵是个助友，那是你被打要扛得住哈。你扛不住也没有用，你就没办法转了啊，所以你的前提还是要扛得住啊。那这个就要看他的数值的部分了。好，绝学哈，暗潮涌动，主动使用的时候呢，恢复范围内的所有友方的气血，恢复量为法攻的 0.7 倍哈。那施加暗铠，那暗铠就是受到克制伤害降低 20%， 受到伤害之后呢， 40% 几率对攻击者造成一个随机有害状态哈。OK， 受到伤害后消耗。主要是这个暗铠啦，再看一下，受到范围内 ，OK， 好，那再来是通孔鬼术被动哦，这也是被动技能啊，不对，上面这个是主动技能。好，每携带一个 debuff 法术每张提高 5%， 最多 25%。 其实他招式还蛮帅的，主动使用的时候呢，恢复范围内所有友方气血 ，OK， 也是可以主动使用的哦。然后是施术者法攻的 0.5 倍，对范围内的所有敌人和自身施加中毒状态哦。对范围内所有敌人和自身 OK， 然后持续两个回合哈。那目标已经携带 debuff 了，是额外施加2层异障 OK。不过因为自己会和自身施加中毒哦。会对自己施加中毒。好，在这招去碎定邪主动使用的时候呢，对范围内所有友方施加无绝状态哈，持续两个回合，那并恢复范围内的所有友方气血哦，恢复量为施术者法攻的1倍，转移2个 debuff 给自身 ，OK。好，那这个 buff 呢是携带有害状态的时候呢无效。并且遭受3格内敌人的攻击的话，将自身1个 OK， 自身1个 debuff 转移攻击者 OK， 这一个是属于帮友方帮队友施加这个转移 debuff 给攻击者的 buff， 听得懂哦OK， 好，再来灵术无绝，主动使用的时候对单个角色施加无绝状态，持续两回合并恢复气血，恢复量为施术者 1.5 倍，感觉就像气虚术这样子的单体补剂啊。那无绝的 buff 刚有讲到齁，一样意思齁，我觉得这个还不错。好，他的阵法齁，冰跟暗搭配齁，
好，那这个阵法的名称墨染冬月阵，上阵白富贵和冰属性、暗属性一零各一位，感觉就是放人段离跟鹦鹉血的样子。我觉得啊，因为配合他们三位固有。好，结果上阵说我方角色悟空8%到15%， OK， 这边一样，两个内存在有害状态的友方是免伤提高8%。那这样子打那个暗创或暗灵脉，带白富贵还蛮适合的哈。然后两个内存在携带有害状态的敌方时，然后伤害会提高8%，欸，其实蛮多的，欸。我觉得主要是友方免伤提高8%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实用的。OK， 那绝学组合的部分，那就给各位参考。OK， 他也会生聚灵咒。OK， 刚才没有讲到生聚灵咒。我觉得像这个，这一招灵术无绝，我就会感觉是必带。这应该是就像奇遇术那样子啊，这个你可能是大部分都会带的。然后再带一个被动，再一个范围绝学，差不多是这样子。然后魂石的部分，这边推荐明奎跟尸魔术师，尸魔术师不意外啦。好，那主要这期的内容就大致是这个样子。那不知道大家对白富贵这个暗属系阴灵的助友的技能还蛮不满意的？我个人是觉得蛮有特色的，转移敌 buff， 然后可以提高免伤，那我觉得都还不错。然后可以帮队友，施加这个 buff， 可以把有害状态转移到敌人身上。那我觉得综合来说是还不错的。那实际上面就看上季之后他的表现如何吧。那有什么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讨论。那我是大老师，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一下我的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